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钓鱼社长，我是邱义龙，我是麦洛，麦洛，今天来干嘛？今天钓鱼哦，钓鱼哦。对对对，听说我们的高雄这边呢，有一个达人，嗯，钓鱼呢，40秒4条，你们信不信？10秒1条。有一个人传影片给我说，他常常在潘姐鱼池这边出现，我们来问一下老板好不好？好，陶哥你好，嗯，哎，你好，我今天。从桃园来这边踢馆的，哎，我要找一个达人。什么？40秒可以钓四只鱼？40秒钓四只鱼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？真的还不假的？哎，他现在就在这里。他讲爪爪扣啊？你才胖胖的。嘿嘿嘿，爪爪扣，你可以看熊爪扣一点。我想不到钓福寿界还有这种爪爪扣。真的吗？来个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吗？我们这边请。啊，中鱼了。嗯，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一位爪扣。哎，爪扣。叫什么名？啊，郑雄师。郑雄师。哦，原来是郑雄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现在不敢跟你叫师傅了哈，社长你好，哇，难得看到你，我现在不敢跟你叫师傅了，等一下哈 PK， 如果我输你以后哈，我才称作你师傅，因为我现在，心中无敌，还没有认输过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保，就是因为我站在那里哈，差不多才2分钟会，我看他阳竿没有停，快八十，对。啊，他每个球到要怎样？正在想一下战术咧。又不钓鱼，又不钓鱼。好了，我们先了解一下。这边啊，谢谢。今天遇到这个高手，石钓名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技术输人家，饵料也输人家，速度也输人家，怎么办？只能讨价还价了。怎样讨价还价？你打算用什么对策？你看他用12尺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用10尺。嗯，可是比赛都一定要统一12尺呢。比赛12尺，我们现在他这里限竿是限9尺啊。这样胜之不武，我们场地优势啊。哦，那你用10尺，那我用12尺好了。先比比看好了。我刚刚有大概看他的装备，他用12尺，8号杆嘛。嗯。他的母线是4号。嗯。子线3号。嗯。钩子是12号，然后浮标是2500。这已经颠覆了我所有的传统。對對對，所以我刚刚赶快绑钩子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找他，塞来了，哎，来，哦，来，你那个钓，嗯，挑战极为，挑战极为，嗯，应该是说时间多久，嗯，时间多久，一个小时极为2分钟，看我们要钓多久，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？我觉得哈，3分钟我们就结束，就已经胜负了，还要钓多久？这个不用比了啦，我们。一个小时好，我们直接认输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个小时可不可以？还是我们要30尾？好，我现在说哈，我本来想要现场饵料，不能用拉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先试。先我先提供，而且用钓鱼啊吼，足侪拢在钓的方式都无同款。嗯，有的人爱钓粉啊，有的人爱钓鱼，有的人爱钓车。嗯，所以你这休闲池不是在竞赛池的时候，上面钓都会塞钓。都可以用到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就使出浑身解数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已经打破我的钓鱼传统。可是有人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哎，所以我们还是假装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假装输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样子也有道理。郑雄师傅手下留情。好，那我们就比赛一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小生，我们的
只要有比赛的话，我们的小三姑娘就会出现。今天帮我们计时一下。好。我看到这个师傅好像真的很厉害。我以前可能是井底之蛙，抬头看到就是这片天。现在来到高雄以后呢，不要太臭屁。社长今天掉自己的粉。我告诉你，一泡你袂歹，我一片而已，一片了。不晒吗？真的。嗯，真的。你这两块一杀，那地方厉害。听说你有代表台湾去比赛？哎，对。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在跟越南，哎，我去越南比赛啊嘞。嗯。哎，捌得过名吗？哎，捌啦，哎，捌。得过名。哎，那时候伊讲是外国吗？哎呀，外国第六名。今天有没有什么战术要对付？因为我今仔日钓就是讲，即个无线使用无线四号，啊，普通两千二的，哦啊，其他三号、十二号高。我是感觉，因为我咧钓我钓挂鱼的部分，就是讲，伊我咧钓过程是拢钓较大底的鱼啊，哦，比较下沉的鱼层啊，无钓漂浮啦，吼、哦。他、啊、说我使用是挂鱼，哎是安尼。他、啊、说我看。包括看到邱社长吼，啊，包括麦洛安尼，我麦洛确实厉害，一直看到我这情形，伊就查讲伊要钓偌长的鱼啊，吼、嗯，啊，所以速度较紧，哎，是安尼。来，请问那个邱社长，你有什么战术来对付这旁边两位？今天的战术呢，因为看到那郑雄师傅起鱼太快了，我认为这个死角哦，至少要四号。我每次钓四号都没人要相信的啊、哦！再来呢，我觉得白袖钩可能撑不住双钩或者强拉，所以我改成五六钩哈，会比较快一点，而且比较慢一点哈，看我棒一样。有没有好戏？哦，你去看麦。好。种子人哦。嗯。还有在，还没卡进。你还要抓定感觉。我这样。计时一个小时开始。开始而已，你就把它丢下去，你的钩饵过好了，那我还在，快下！哇，人家已经养一竿了。跟啊，我今天采用稳招稳打，不要受隔壁的影响。那个是不好吃的。没有，来，结果社长率先中鱼，啊，不造鱼。是啊，你说他台中那边的哦，多又大了，啊，他叫跳伞的，那个南河那边大奖，那边还摆，你以为？应该要找一个实况转播的人来讲那个赛况。去，不要紧张。目前说社长零分。还讲话、哦，放晒都无痛苦，还搁讲话。赞哦，赞哦。觉得我要抓稳一点，很多鱼在吃，但是我要抓稳一点，一步一步来，回来快点，
哦，两只都嘿。有。姐姐，好久你不见了哦，打东部的杀手啊，真的。我在那边学钓鱼的呢。谦虚的。没有，像我都东西都没带。你说女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在出班的啦，哇，又被丢哎，又被抓哎、欸，社长，社长被火车碾压，哎呦，啊，抓网子，抓网子，被火车碾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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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社长加油。现在时间过了大概十五分钟，一号选手社长现在是十四只，师傅现在是二十三只，爸爸现在是十五只。啊，我跟社长差不多而已耶。对。哇，这种紧追在后。在，你去放鱼粉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炸鱼粉啦。我会炸鱼粉啦哈。治你病要你命。不信。这个钓况呢实在是太激烈了，我大约现在已经十五分钟了，已经快挖完了一盆饵料了。这个到底要钓几目根本看不清楚了，因为下去就接饵，下去就接饵。所以我觉得，有点失策，就是人家用两钱的，我们还在用几分的。我想买。鱼不相味啊！你个看，我们今天的那个钓啊，再怎么样，毕竟还有一杆子。徐云，假设杀起来的徐云，不能。啊，真的吗？整体搓一下，整组断了。哦，要真主当领哦。啊，可以那个赌神说的吗？头上输一半。现在是十六比三十二比二十二，所以社长是最后一名。社长让手，社长让手，知道就好。现在我感觉不用绑了。对啊，是慢慢绑。因为呢，还是要主社长开始吗？因为呢，我觉得我是第三名啊，第三名也是有奖杯的啊，冠军、亚军和季军，我是季军呢。哦，结果没有，还没有一小时呢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比还没有一个小时啊，我觉得这样的数字呢，哎，就够了。
我说到时候50-20，或者是80-30，现在我们差距还没那么大，我们先认输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投降输一半。社长现在坐在郑雄师傅的座位上，我们来说一下他的钓组。2000的浮标，2000是社长钓机钓的，然后丝角大约20公分、25公分，它是用拉丝的，所以弄下去，这是拉丝盘。好，来走，去。我觉得好像有点抛得太高一点，还浪费了0.5秒。哎，停，几秒？17秒。17秒一条，还可以，这样一分钟就可以钓，五条，5条，六条，因为我有一次算功。哎，放时间到啊！没时间到，我的生意啊！时间到还输，还数字太广。哎，看这刚才是什么？已经开始拍了。我好慌，被人家识破了。来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小三小姐，经过半小时呢，因为社长已经整组已经断掉了哈，我怕如果一个小时结束以后呢，数字是80-20，很难看，所以我在头疼输一半，我们这样就好了哈。经过半小时以后，大约是几比几？16-34，爸爸是23。哦，我社长还是第三名呢。你说多少？再说一次。16-34-23。16-34。我操！好了，甘拜下风。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雄师傅啊，为什么你啊？我感觉下去，你的饵还没到底就被吃掉了，为什么？就吃饵。是啊，我控管那鱼的鱼群啊，因为这鱼啊，算讲伊本身个真高价，啊，我就是操作吼，由于当当讲水沉起来之后，切活鱼啊，啊，我该吹哦，要跳头起来吃。就是那个，安那讲跳头，鱼啊，不是拢大堆啊，大堆啊，安尼食吗？因为鱼啊是用成的诶走，啊，我即摆是当起来，当炒了切完，食咧食哩，伊是起来咧食，所以普通入北的时阵，甲大肚咧炖，即用成我都要食。我是操作加鱼啊来食哩。师傅终究是师傅，没有。我感觉吼，即敢那讲有鬼听了吼。不可能的事情，那公司中的事情，这是要落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吃饵了。哎，对，因为那要怎么操作呢？哈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说哈，等一下我们到厕所那边去说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社长从桃园南下高雄呢，彻底失败，但是呢有参赛也是第三名的哈，我觉得第三名也是很厉害哦，厉害。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哈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在下面帮我订阅。顺便按个赞，也感谢我们的郑雄师傅啊，感谢我们的第二名，谢谢啊，感谢我们第二名，感谢，我们的金主之蛙的，好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我觉得跟郑雄师傅学到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想回馈一下给我们郑雄师傅。来，我们这只，台湾爱钓鱼10H。刚新出的13尺的，整只是粉红色，哇，桃红色啊，哇，这只是红龙啊，台湾爱钓鱼新做的，真的，那送给我们的郑雄师傅，谢谢邱总，不客气，感谢你们，哦，真的，宝干郑英雄，感谢邱总。